朋友们大家好，看一下身后这又被挖断了，很多村民在捡鱼啊，我过来看一下看他们捡了多少鱼。我也来过来凑一下热闹，捡了好鱼啊。来段浪球，哇，看捡捡捡捡捡捡，我一过来就捡到鱼了。看这里一个大的，哇，几个，哇，好滑，这个大钢丘啊，这个这鱼很漂亮的，太滑了。前面这里干好多网啊，快网鱼货吧。可以。哇，看这个，哇，全是钢丘啊，很漂亮，这鱼啊特别漂亮。看前面这才叫热闹啊，我们自己捡都能捡很多。好大一个，哇，这个，哇，这光好大。大鱼不是。行，哇，这全部都是这种清一色的。哇，这个纹路好漂亮。大家看这纹路啊，好漂亮啊，超级漂亮，这纹路。看。太香菇。你这鬼眼，你这在干多。老爷爷发财了，搞了好多。大家看这有多壮观啊。连这个狗子都过来凑热闹了，还是要用抄网快一些。你帽子越戴越好哦，狗子姐。我戴我来的了，他们在外面。来，帮你打那个了，我有带手枪，我跑。看这个，我们有打鸭噻，有打鱼吧？耶！啊，哎呦妈，变起来，变起来。变底了。嗯，哎，鱼还交换。这鱼疯狂的跑啊，看这边，看这边老奶奶怎么样？干了好多，可以啊。别，搞这么多。来，快，哇，一下抓这么多了。哇，里抓好多。鱼窝。嗯。哇，这里鱼窝。你看了。这摸虫虫的，没什么虫啊。这嘎子的。然后发现一个大的夹子虫。好走吧。哇。啊，在哪里？我躲不躲一躲的鱼了，那个。不敢直接打了。啊，这下面他说有个大虫，这夹子好痛的。看这边。哇，你背着你还干好多啊。你干好多。看这个。这刀。可以。还可以，有梦虫的。哇，我。看这里。还有一窝，这一窝，哈哈多不得你的。我们总啊，看这一窝有多少？小小的一个水潭里面，我讲这一窝起码七八条啊，有七八条，这一窝有七八条。老爷突然变粗了，哈哈老爷爷说他这里面装满了，这边边捉这边就边跑，好去吧，我啊帮你抓着。哇，大家看看，老爷子不好捉。那，哎，这那坐着，放进去，正确的。现在这个鱼都躲到石头下面去了，尤其是那种大石头，大石头下面很多，一翻开里面是一窝一窝的。看这个石头下面。哇这个鱼形太疯狂了，我就买了一个盆子，专门用来装鱼啊。小安说这石头里面有。有，哇，这么大一个。哇，这
这么多，这鱼好多啊。哇，天，别动了，哇，这么大条。哇，这是大地的。这一股三条。三条。这是有窝，看着，有窝，我给西丘，看这个是不是？哇，这么多！啊！哟！现在过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了，我们来看看村民的鱼货。这鱼货，哇，这有小半桶啊，可这么多了。我们再看这边吧，看这鱼货，这么多，是啊，看这边，这么多，全部都可以，都是大丰收啊，看，都是大丰收啊，看，俺们买了，俺们买了，俺们。看这里，哇，这是有钢球，对，钢球啊，都是大丰收。看这边，哇，这一桶啊，这一桶你看这么多啊，你这干好多啊，这一桶啊，这一桶是应该是全场最佳啊，全场最佳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老爷爷的，看搞多少，看，不多，不多。看这边，干好多的，干好多的，看这个也没多少，这个没多少。看这边，这也不多。看这里，哇，这可以啊，这么多，基本上都是大丰收啊。看这里，这里有这么多，都搞到很多。完了，干好多。耶，这么多啊，也是光水。看那边我们就不去看了啊。今天还是辛苦小航了，我们租了很大一盆啊。看这是我们的收获，还不错吧？你看，